些网站，买过哪些东西。现在没有了 cookie 就找不到消费者，也没办法 retargeting 了。你们原来不过如此而已吗？趁早放弃吧。跟消费者真实 connect 的时候到了，第三方 cookie 消失，你就该建立属于你的第一方会员数据库，勾勒出消费者的轮廓，透过他们的基本资料和兴趣喜好，这是未来的决胜关键。就算未来没有 cookie， 也能跟消费者 connect。